端午节送爱心，中和区连城里也收到连锁卖场所送的爱心物资，分送给弱势居民，让他们能够来过好节。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前年福利中心中和锦屏店的来赞助我们端午节的一个粽子这个活动啊，感谢大家有这个机会，我们前年福利社回馈我们地方，也感谢我们，我在此感谢我们前年福利中心，谢谢。连锁卖场关怀中和区连城里的居民，也在端午节的前夕送上关心慰问之意，制赠的白米和应景的肉粽，让社会大众感受他们企业的爱心。而这些物资在里长的协助之下，也会陆续的来进行发送，祝贺端午佳节快乐。